欢迎收看八点整点新闻，我是钟继荣。新闻开始看到最新消息，美国维吉尼亚州一位6岁男童因为在课堂上跟老师发生了口角，居然拿枪射老师，使得女老师伤势严重，而目前警方正在调查男童到底是如何取得枪支。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，提供给您了。再来回到国内。